哇，大嘴猴，你今天也钓到大鱼啊？这还不得多感谢你啊，是你教我怎么做的鱼竿，做的什么鱼饵，谢谢啊。都自己，不用客气。哎，上钩了！哇，我也钓一条。哎，等等，你没有看见我那边已经放了几根鱼竿吗？我这就一根鱼竿，对你不影响。怎么不影响？这里是我打的窝，被你钓去了，我多吃亏啊！你到旁边钓去。那边全是芦苇，我咋钓啊？那里就是河中间钓，那里我没打窝。你简直无理取闹！哎，你妈昨天怎么没来啊？她不是很厉害吗？你让她划个船带你过去不就行了？不用划船，妈妈上。孩子，扔在河中间钓吧。来，阿子再钓一条，反正中间也好钓。哎，大妈，你的铃铛那么紧有影响，往旁边芦苇搁一下，我往旁边钓。你这抛竿动静太大了。抖音。